师傅稍微再慢一点，最好能够都并排走，谢谢您。考验师傅诚意。快走，加速了，加速。那里边聊的。不是，他是那黑车。这是劳斯莱斯吧？这不是车吗？后边那个他是那一个吧？你看那一个对的应该。师傅再稍微慢点。好几个出租车在这。是吗？嗯。还真有两辆车。那也可能不是跟着他。根本够紧的。师傅，再稍微慢点，麻烦您。我觉得应该是。没事，待会儿我会多给您钱的。我觉得应该是跟的，因为那两辆车本来可以开得更快的。劳斯莱斯。哎，就跟着这劳斯莱斯。哎呦，看不见。看不见，那都没牌儿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。空的，没人，他们都在。这宾利。宾利空的，就后边比亚迪。这么就跟着劳斯莱斯，这车都不用管。真看不清啊。这里边肯定没人，真的吗？他怎么还老电话对着？他肯定在后排。就这车。再往前点看，能看见吗？能看见人吗？车后排肯定是，是吧？你到时候把音消了，咱们这讨论实在是太无力。日记团是什么呀？当地的一个。日记团是当地的一个。哦。一个。卖车了是吧？是的。你三遍借出去一辆车是吧？可能给的话，一下子好几百万。怎么了？我都录着呢，我也给你发车了。我把这点儿，我也发。那段儿你别说。说掐哪段？绝对该掐的那段。